我是王古神，我是跟梦想动画合作的动画导演。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safety demonstration before starting your journey, because your safety is important. 之前在美国有超过10年的工作经验，参与过很多好莱坞知名动画片，以及很多国际大品牌的动画广告。动画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，包含角色设计、场景设计。那进入 3D 软体之后，我们有建模、贴材质，那还有调角色的动作、打灯，那最后还要进行合成等等。那像这样子非常繁复的程序之中，我必须要从头到尾监控所有的每一个环节，那确保品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工具使用的流畅度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了。Surface Studio 2它的使用上非常直觉，它能让我无障碍地把脑中的想法呈现在荧幕画面上，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。动画制作中，因为牵涉到非常多不同的人，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师以及不同的动画师，那身为一个动画导演，我必须要确保每个人走在同一条路上。例如以一个红色来说，就是不同的设计师他对红色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，到底是要多红或是饱和度多高。在 Surface Studio 2里头，我可以直接选一个红色，一笔画出来，大家一目了然，就知道什么是我要的红色了。Surface Studio 2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开会的时候，我可以先在荧幕上画好我想要呈现的内容，那我可以用一只手指就让荧幕贴平桌面，那这样大家就可以很方便的围过来看我想象中的画面。动画的每个画面都有非常多细节需要检查。那像 Surface Studio 2，它是一个28寸的触控萤幕。那对我来说，它可以很直觉的放大、缩小、卷动，然后移动整个画面。在细节的检查上，它是一个非常方便、非常直觉的工具。This is a non-smoking flight. Smoking and use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, tampering with or destroying the lavatory smoke detector. 我们制作《星探者》这一支4分多钟长的影片的时候，参与的人员大概有70多位。每天传递的资讯量是非常庞大的。那我们基本上是使用 Microsoft 的 OneDrive 来进行档案的传输。我们常常会碰到一种情况，就是一个档案制作到一定的进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上传到云端共用，那接着可以由另外一个人接手进行后续的制作。在云端检查内容的时候，我可以直接用 Surface Pen 在荧幕上标记我想要修改的内容，那不需要外接绘图板，使用上非常便利。Surface Pen 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我觉得它拿起来的重量感很好，然后它有4096的感压，使用上非常灵敏，它操作起来非常流畅，就像我在纸上用笔画画一样。动画制作的过程中呢，所有物体的颜色或是背景的颜色是需要经过动画师或设计师指定的。Surface Dial 是一个很方便的旋钮控制器，它同时也是一个智能调色盘。你把 Dial 放到荧幕上的时候，你透过旋钮，你可以控制颜色，你可以控制笔触，你也可以控制笔头的大小。它的扩充性其实是蛮好的。那针对不同的软体，你还可以增加自定功能。Surface Dial 让我的工作能更合乎直觉。动画导演是掌控全局的角色，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作品，确保每个画面都能完美呈现。Surface Studio 2强大的硬体功能让我的创作力不受到限制，在档案处理上也更加有效率，团队合作也更加顺畅，真的是我工作上的好伙伴。